各位已經到了台中了，真的飛都沒那麼快，50分鐘已經到了、由台北去了台中了，已經真的已經離開了台北了，就很悠閒這樣一路下聽著 iPod。 剛才是今天是投訴了一堆日本雜誌啦，就你們會不會打我？看到有機會就買了，會是看到是台中個 platform 在對面，我坐這邊我看不到，不要緊啦，那就再過多40分鐘的時間，那就會是去到左營，即高雄左營落少少個站叫做左營，左營我就要再轉車去墾丁，車長出來了，好有型啊。好像沒什麼好型了，那就要等一些客上了、因為有客會在台中轉車、又可能會有客上車，就要等一陣才會再開車的。